毛鼻子变粉怎么回事？蒲佳琪，职业兽医师。鼻子颜色的改变可能与品种、年龄、温度、疾病、外伤等原因有关，并不是所有的狗狗鼻子都是黑色的，有些品种的狗狗鼻子是粉色或者淡红色的，这种改变可能会随着年龄的改变而改变。其次，狗狗的年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相关因素，老年的狗狗可能会发生黑色素量减少，同时温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，较低温度时，狗狗体内的酶活性降低，就会导致黑色素减少，导致鼻子颜色改变。一般这种情况冬天比较常见，有时一些疾病也会导致颜色发生改变，比如内分泌失调导致色素脱落。最后，外伤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颜色改变原因，由于抓挠或者摩擦导致鼻子表面的皮肤黏膜脱落，就会造成鼻子变色。